江湖千万峰，无极浩瀚无心胸，走遍中原到南疆，看我打一战雄风，磨刀崎岖路难通，明日青山有几重，人生与命各不同，但求一粒天地中。誓死奔雷，为征山河东，剑如白虹，铸枪最元凶，也丢情深处，何必相约再相逢，自古英雄多寂寞，将相本无中，浩然而莫蹉跎看天残在天在云飞干嘛？你记不记得那天云公子接了一封信，然后说了玉皇鼎？对，他们一定是约在那里决斗。
我要用天猫功，请。 是我最值得敬佩的敌人，彼此，如果你我不是对立，你将是我最好的朋友。很难，不错，一山不容二虎，是很难。 躲得过我这一掌，啊！云飞扬，你站起来！云飞扬，云飞扬，我要公公平平的跟你决斗！ 你的伤好多了。啊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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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哎，这个萧山公子啊，你真是的。这也不能怪他嘛，他是心念郡主。哎，侯爷呢？听风跟阿泰、押解人办到大理寺，然后人就不见了，把我急死了。更奇怪的是，云飞扬他们那批人也不见了。钟大仙，你说什么？云飞扬？ 对啊，是云飞扬啊！刚才因为你在疗伤，所以你们没有见到。他难道是为了我而来的？不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哎，傅姑娘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没有，没有什么。云大哥他去了什么地方？不知道啊。 我去找他们。贝贝，你要去什么地方找少主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你就不必。不，这样等下去不是办法。贝贝，贝贝。
你哥哥跟云公子决斗的事。我知道啊。你哥回来了。我哥哥，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贝贝，我来跟他讲。哎，贝贝，我们都知道你哥哥孟都啊跟云公子啊决斗玉皇鼎的事。玉皇鼎？是啊，我跟谭姑娘啊都去过玉皇鼎啊，可是都不见人，所以我们才问你哥哥在不在。我哥哥他没有回来啊。没有回来？那这么说，云公子一定胜了。也对呀，说不定已经到了安乐侯府了。傅姑娘。你在想云飞扬？我没有。我见的人太多了，尤其是男女之间的事。当年我就是自以为是，反而耽误了穆平跟萧三的终身幸福。钟道先生，你先听我把话说完。本来我打算撮合你跟霆锋，可是我发现我又错了。我跟侯爷。我知道你跟霆锋不会有任何结局的，因为你心里还有云飞扬。不，傅姑娘，我恨他。女人往往是嘴里说的跟心里想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为了他牺牲了太多，我为了他，我实在不该再提起他。不提也罢，反正我知道我想的没错。傅姑娘，这种事还是顺其自然吧。我现在最担心的还是霆锋的下落。侯爷还是要等。非等不可。侯爷可否明讲缘由？等江红信到，太君就可知道详情。那老身不陪侯爷了。穆平，太君，你陪陪侯爷，我要去休息了。是。师哥，是不是二娘得罪了你？穆平，你嫁来南宫世家三年多了，你可曾发现江红信有做出什么违背常理的事来？二娘她个性比较开朗，行为也比较随便一些。太君常常为了南宫世家的名节跟声誉责怪她。她是在掩人耳目。师哥的意思？我怀疑他跟白莲教有关。徐鼎峰负责押解黄灯使者前往大理寺，他非但没去，反而到我们这儿来找红杏，可见黄灯使者必然出了事，而这件事情也一定跟红杏有关。二妹之间误会，说不定真如太君所猜测的，二妹是白莲教的人。雪都尉，太君，我交给你的那道令符还在吧？在。你再去一趟下山海，去白莲教总坛。嗯。是白莲教的衣服，你换上它，混入白莲教，看看红杏在不在。万一他们撤出煞神海，你总得试试。如有必要，我那道令符还管你用。好吧。阿泰，侯爷。
是。师哥，阿泰是去？没什么。从青云寺出来，你管不着。你可知我是谁？你是什么人？跟我无关。昂乐侯徐廷锋，你可曾听过？我没空跟你扯这些无聊的事。你想干什么？带你去见侯爷。其实你的武功并不怎么样，只是有一身蛮力。知道了，晓得，我没怪你。是。师哥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木品，这青云寺除了你们南宫世家，还住了些什么人？据我所知，好像没有其他的人了。比如说一位武功极高的南方人。没有啊。是吗？师哥，你到底在怀疑什么？木品，你对南宫世家了解有多少？南宫世家自从退出江湖之后，就再也不管任何事了。对老太君呢？老太君为人正直，公私分明，我很尊敬他的。哦，师哥，木品，你是南宫世家的人，当然不愿意任何时候任何人破坏南宫世家，我也不愿意受到伤害，希望你有所准备，万一。万一什么，师哥？到时候再说吧。阿泰，侯爷，我和师父他们约好在大理寺见面，我怕师父他们久等我而不见我人心急，你去告诉师父说我在青云寺。是。青云寺，小的到大理寺去没有看到老太爷，所以就赶回来了。老太爷，好了好了，你快告诉我，霆锋在青云寺干什么？因为。老太爷，黄东使者被江宏信所杀。是啊，侯爷就怀疑这件事情，所以留在青云寺等江宏信回来啊。老太爷，我去找南头。我干嘛骗你呀？哎，都怪了你云飞扬了。哎，怎么跟云飞扬又扯上关系了？哎，老顽童啊，你不知道，要不是那个云飞扬啊，我早就抓到江宏信的把柄。哦，哎，也许啊，这里面有什么误会。哎，所以说嘛。不知者不罪，所以我也不跟他计较啊。哎，看那啥，那不是宁王府的侍卫雪漫天吗？啊，他来干什么？哎，老顽童啊，没兴趣跟过去瞧瞧啊？哎，好，走。
定都要去找找看。啊，好。你们休想跟踪我，我也该去找江红信了。有事找我们去办，有什么事啊？是出了什么事啊？你先别管那么多，跟我们走就对。走，走去哪？是啊。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一言难尽。南宫二娘，你怎么了？白莲教主给我服了，剧毒。我真的，我们赶快回去。站住！郡主，郡主还活着。江红信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带走本教的人质，拿下！前来救驾。救了郡主。红杏，据我观察，江红杏中了剧毒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若要知道详情，唯有等江红杏回来了。老太爷，老太爷，钟大仙出去了。啊，什么事啊？郡主回来了。郡主。进宫一礼，
哪里？那你帮我看看吧。他中了毒。中毒？嗯，跟黄灯使者中的毒是一模一样的。老张，副委员，上回我用的药还有没有剩下的？好像还剩下两副。那你快去拿来。是，我这就准备。郡主，你放心好了，他会没有事的。哎，唐明，黑豆，你，我叫贝贝，云大哥在不在？云大哥，哪个云大哥啊？嘿，这你不清楚。哎，傅姑娘。黑豆，我跟云大哥来的时候就没看到你，云大哥有没有回来过？没有。你是傅湘君，那你大概就是四川唐门的唐姑娘了。唐宁，久闻傅姑娘大名，今日是你我第一次见，是第一次见。听说傅姑娘原是逍遥谷的人，而且对云飞扬一往情深。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听说唐姑娘随云飞扬远赴苗疆，这一路上给了她不少的帮忙。还有我也帮过云大哥。哎，贝贝，本来就是嘛，我没说错呀。全是女的，只有我一个男的。而且，傅姑娘、唐姑娘，还有贝贝，都是云大哥的。算了，我看呐，这场战争呢是免不了了，我还是先避避了。哎，黑豆，你不用回避。啊，嘿，傅姑娘，对云飞扬，我已经是死心了。我希望你们会有个美满的交代。我走。哎。你不能走，你走了南宫二娘怎么办？哦，待会老张的药拿来给他服下就可以了。我想想，他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。其实啊，都是云大哥跟他讲的。讲什么？没什么，没有什么。黑豆，我这……你说呀。我。你快说嘛，黑豆。云大哥跟凤姑娘讲啊，他喜欢你。真的。所以凤姑娘才会恨云大哥。云大哥真的喜欢我，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呢？其实啊，云大哥是故意说的，因为啊，他腹中有蛊，随时都有可能会丧命。他又不愿意耽误傅姑娘的一生，所以故意把她气走的。黑豆，你说什么？我是实话实说，我说了也忘了。黑豆，这么说，云公子他心中还有傅湘君？我又不是云大哥，我怎么知道？郡主，药煎好了。给我，我来喂他。哎，唐姑娘，你在想什么？该不会是我刚刚所讲的话刺伤了你的心？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，可是这些话我必须要听云公子亲口跟我说，我才会相信。你们老是说云大哥云大哥的，可他现在人在哪都不知道。
到镇上去给你买吃的。我想一定饿。谢谢。这不算什么。我要谢的是你天魔宫助我疗伤。我的天魔宫真理本来就取自于你，我现在只是把它还给你。话虽如此，你总算是救了我。你本来可以杀了我，不错，我若杀了普天之下就没有敌手，武林至尊就非我莫属，那你为何不这么做？你是这个世上我唯一尊敬力拼的敌手，我若胜你必须胜得你心服口服，胜得我心安理得，我不愿趁你之危。孟都，我今天总算认清了你了。老七，今天汉子是个英雄。我不想做什么英雄，我只知道我怎么想就怎么做，从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评语。能为自己而活是件很难的事，但你是做到，我不想谈这些，我只想知道你的天蚕宫为什么会突然进食。难道你师父上岗没告诉你？师父常隐瞒我一些事情，我想你应该去问他。云飞扬，好，我去问他。少佐，我回来早在你的意料之内。云飞扬绝对不是少主的对手，你很清楚，少主也没有杀他。一切的情形早在你的意料之中。少主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了解你比了解我自己更深，那你就应该告诉我云飞扬为什么会武功尽失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腹中古母之功。古母？不错，也因为这只古母，少主才能得到云飞扬的天蚕功，少主的天魔功才能达到登峰造极之境。我要你去掉云飞扬体内的古母。你怎么做？无能为力。因为师父饲养的古母是放在一个很特殊的盒子里，当他进入你体内之后，他会发现比在盒子里舒适，这古母就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人的身体。难道我今生今世古母将永远活在我体内？替你牺牲，将你体内的古母移到他的身上。不过，这种人太少，去，是没有这种人。我突然有一种想法。什么想法？
你说我是个英雄，我是说我发现你也是个英雄。自古英雄皆寂寞，唯独隐者留其名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我共谋一番，大醉一场？红灯使者已将长乐郡主带回去了。是，教主。好，从现在起，撤离沙石海。教主。属下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昨天梅傲霜能找来此地，可见他还会再来。教主，我们并不在乎南宫世家的。本座决定趁早练成白骨七煞功，为了避免闲杂事的，所以非撤离此地不可。黑灯使者，属下在。你可知撒高法师人在何处？本教弟子一直在注意他的动向。找他来，我要见他。法师，难道说教主又有事了？是的，教主请你过去。是，本座总觉得内力不足。我知道原因了，教主请。教主若能以移花接木，将可尽早完成白骨七煞功。移花接木，少主的天魔功也是这么练成的。那如何做呢？当然是借助金珠王炉。但请法师相助。这，法师有何为难之处？第一。教主必须找几个内力高强的人来。这个没问题。第二，万一此事少主知道，对我而言
你我不说，孟都他不会知道。我说的是万一。那法师的意思，只要教主的一句话，当我需要教主的时候，法师请放心，白莲教定当全力相助。好，我将帮教主提早完成白骨七杀功，那本座立刻找一名内力高强的人来。夫人，我找中州一剑方振北，我师父他不在。他人在何处？他去钓鱼去了。云飞扬和孟都是一对很奇怪的组合，原本敌对的他们竟然能同桌共饮，难道他们真如一般人所说的英雄惜英雄吗？而这个时候，在青云寺的徐霆锋获得江宏信与成乐郡主的事，怎么会呢？小辈不清楚。走，我们走。是师哥，帮你告诉太君，我走了。奇怪，师哥为什么走得那么匆忙？难道府里出事了？哎，傅姑娘，你刚从师哥那儿回来。啊，对了，南宫二娘中了剧毒，是长乐郡主把她给救回来的。白莲教主筹布武术，在萨高法师的协助下，开始以移花接木修炼白骨七煞功。也许萨高法师另有私心，才帮助筹布悔。当筹布悔白骨七煞功练成之后，他将公开白莲教，武林江湖将又要面临一场浩劫了。Thank you.